们今天来到 Peter and Susan 的新家，哇，超级热闹，今天好多人来了，你看超多鞋子的。三位坏掉少女在这里，要不要练舞？你们要练舞？再练啊，可以可以在这边练啊。不会啦，不然你们去里面练啊，里面还有一间厕所可以练，厕所很大间哦。大家去参观，带大家参观一下。天哪，还没参观啊，你来参观一下。哇，这边这超大桌子，然后这边是工作室，电脑。哇，你看，大家看得出来是什么图案吗？哇，你们决定来厕所练舞了吗？这边有一间这个公共空间的厕所，很香，对对对对对。进来参观一下，你看这个超级可爱的，哇 ，Hello， 嘿 ，Hello， 我们看这间，这个是 Cody 跟 Kyle 的房间，哇，你看这下面，整个玩具室，然后这边有个溜滑梯，也超酷的，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风格的房间吗？看看这个配色，啊啊，这边已经看出来了，然后上面是一个那个，现在是 Susan 跟 Cody 跟 Kyle 一起暂时一起睡，然后这边溜下来，我这边这个是个防撞护保护的，因为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哈，很刺激哦，非常快，非常快，哇。超梦幻的呢，你看小朋友超开心的，房间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溜滑梯，就已经玩不完了，太开心了。它这下面好像是预留了一个那种就是上下铺的感觉，之后可能小朋友长大这边就可以再做一个就是床的感觉。哇，你看这个配色，然后这边就是收纳玩具的地方。这边墙面看起来像这样子，啊，大家去看一下主卧，哇，主卧的门是一个这样拱形的哦，去看一下哦。你们要参观一下吗？这是他们的主卧，哇，凯尔你累了，要睡觉了。我睡着了吗？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超漂亮的。好多包包，我们等一下吵，不放心，我会把你吵得睡不着。你会听到一直重复的一首歌。好了，在这里了。欢迎宝贝来了，一个这个超棒的一个衣柜耶，好漂亮哦。然后这个厕所也很漂亮。这根本是饭店吗？五星级饭店。对呀、啊。真的，你看，什么鬼？哇，真的耶！看风景，超棒的。超大一个，干湿分离。对呀、啊，干湿分离。它这个这边还有这个蓝色的灯带耶！哎，你们可以在这边跳啊，玩具挂玩具要收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这个？这个都被拿出来了吗？哇，好吵哦，好吵哦！哇塞，好吵哦，好吵哦！发生什么事情？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！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，糟了，太吵了，失控了，失控了，失控了！我们先参观那个，我们先参观厨房这一区好了。它这边是哦，是煮饭的这个吹饭器吗？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烤箱，哇，真的太吵了，真的太吵了。然后这个，它这个冰箱很酷哦，敲敲它会发亮。
你看，然后里面就有饮料，然后再按下去，这边有一层饮料的摆放空间，然后再关起来之后直接打开，是后面那一层耶，好酷哦，好喜欢这个冰箱哦。然后这边有水跟那个制冰室，然后另外一边这边就是都是那个冷冻的区，然后这个是厨房的地方，然后它这个是一个那个洗碗机隐藏在里面，哇，这个太热闹，声音很吵，声音非常吵。我们去看一下后面阳台，啊，那后面阳台也其实空间看起来蛮大的，然后这边有洗衣机，然后晒衣服就晒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没有完全就是有阳光进来，但是感觉还蛮通风的，像这样的感觉。哇，那个怪叫机真的太可怕了，热水器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好可怕，太吵了，太吵了。地板吗？哎、欸，是谁拿的？是谁拿出来的？为什么怪叫机全部不见了？对啊，他们自己随便拿出来玩呢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哇，好多只在拍。我带的，我是要给他们拍缩图，然后结果全部被小朋友拿去了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很可怕。这边怎么有一个小学生在骑车子啊？干嘛啦？干嘛啦？你给我干嘛？哇！你看到谁来了？没有用。没事。你干嘛？太欢乐了。小朋友，哎、欸，小朋友，跑去哪里了？我现在来看公社，这边是游泳池，哇，好棒哦，无边际的耶。然后这边还有 SPA 池，那边也有像 SPA 池的那种。然后这边楼梯走下来，真的好饭店哦，我的天哪，好棒哦。然后那边还有淋浴的，然后那边应该是热池，所以大家都在那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烤箱，哇！水波很浪，你不是已经装好了吗？我不是进正水。嗯，view也很棒哎。户数那么多呢？器材有点少。嗯，器材有点少。拿钥匙来开。这边有一个这个水，啊，我们的晚餐时间到了，黑店饭店的排骨啊，然后还有饮料。就小朋友都在这里吃，好，在这边吃。
少鸡腿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应该少一只鸡腿。哦，天哪，都不一样哎，是面哎。今天我妈点牛肉面。哇。你说我们这样每个人这样都吃到不同的哦，这样不错。我担心去的时候。在干什么啦？转不起来。现在就是在玩什么？现在是在玩什么啊？好，给你们脱袜子。这样吗？好了，这样。不是，你看，你光那个手，其他都脱掉。你光那个手。怎么这样？等下那个门跳那个。吃完饭，现在他们在练舞。你俩归位喽！快到牛肉面了。大家这些女孩在这边练舞，然后坏掉少女也在这边练舞，然后现在差不多已经九点了，我们在这边玩得非常的开心，那就今天先到这边啦，拜拜啦。